看起来是有一点强啊，好像不是还好哎、欸，好像有，不是有一点强，是有一点猛啊。强不强好像看人玩啊，好，但是他的招式好像很猛哎、欸，生猛起司的猛哎、欸。我的喵啥小啊！轮得到你指挥我啊！妈的！很画面很乱。就说嘛，哪时候轮到你来指挥？干还捡我红甲，好像偷捡我红甲哎、欸，好像人都是我打的，他红甲直接把我舔走，但没东西可以舔，大殿都没有，我没有办法。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。干，我如果是轰哥就好了，那 Q 就丢过去了。妈的，好像要先卡圈呢、欸，不能先打他们呢、欸。卡圈比较重要哎、欸，谢谢你，我融了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们打起来了、啊。怎么不推啊？对哦，我要走了。我不懂他们两个在干嘛。我打倒一个，为什么要往后退啊？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超白痴的，到底在干嘛、啊？先不要舔，先不要舔。干嘛？拉你起来舔啊！妈的。你要走？狼呢？
靠！自己开大嘛，有大不开。去！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怎么可以这么烂啊？你怎么那么烂啊？Help me, help me！ 我想刷指甲。射光光，我的弹，主弹全部都射给他们呢，好像是我把全部都给你这种感觉，像捡手榴弹呢，可是不要冒险好了。头吗？一个助攻，像人在舔包哎、欸，好像要绕过这座山，好像要往后走会好一点。蛋。没有主弹呢，138应该够我打吧？幸好那个 Q 我丢到人，真的、啊、炸了好爽啊！我炸鱼，超级白，你等下就上来啊！干掉我炸鱼，炸你你还可以死，我炸一些人一打三哦，好爽！应该有主弹可以捡了吧？感觉我们可以慢进哎、欸，丢火箭感觉比较好。
怎么对面都没人死啊？怎么这一堆都没人死？啊！好像都我们在死人呢、欸，感觉我们的暗马是好像都有开过大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没有开过大，像是他才673000啊！哇操嘞，这是不是公主妹子还是怎么样的、啊？